枪口位的 A 勾同色，选择跟注进场啊！我们的 Jayton 是拿到一对七，也是选择跟注进场。Divorce 拿到了一对八，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边哲和我们的 Dwan 是分别拿到了一张八和一张七，那么他们击中按三条的概率是又低了一些，分别是只有一张出牌。啊，这手牌我们的边哲是拿到了一个明三条，我们 Tom Dwan 是拿到了一个顶对，而我们的孙福林是有一个卡 K 的顺子间方片的买花，在短牌中同花是比葫芦大的，所以即使是在公对面它 也不影响它任何买花的一个价值损失啊。在长牌中很多人会选择在公对面就不买花了，因为容易买出来是 join dead 啊，在短牌中是更倾向于在公对面买花的，因为对手一旦是葫芦，对手的支付能力会非常非常的高。选择跟注，他们的网友一个顶对，面对一家打一家跟注，他的圈期应该是不够看，但还是选择顽强的做一个跟注。一张黑桃六，我来看一下。这里我们的孙福林是如何抉择，而 A 勾防片选择过牌，边哲利用他的三条石继续选择再一次下注，那我们这里Tom Dwan是没法跟注了。其实在翻牌他顶对圈也是面对一家下注一家跟注的牌力是完全不够看的，两家缠打那必有一家击中，有击中应该不会比圈七差吧，别买了啊，做了一个四万五千的下注，这里过牌之后面对一个四万五千的下注，他还是选择跟注，这里跟注是跟注和弃牌都是选择可以的，那对手是补足了葫芦啊，选择 all in， 哈，这里就表现得很像是一张圈了，大家也知道对手的范围就是一张十，而我们的孙啊，我们孙大哥扮演那个范围就是一个圈的范围。出圈我赢。多少钱？四万五千。这里是一个纯投机，演的非常是张圈啊，对手正好是没有圈。I liked the cash game go last night. I don't know. I was dead tired. I went to sleep.
想的非常的，思维非常的敏捷。圈圈四条圈。啊，圈圈，那圈扣什么？啊，我们的边折好像还是剩下了有十几二十万的一个筹码，啊，应该有二十多万的筹码。啊，我们的后手显示是有错误。打得非常的好啊，这牌应该可能会盖给他。因为他也是明确的知道这里对手一个 all in 的范围里面大概率是有圈了。四万五，嗯，他抓不打多少？你说说话。真的是抢钱啊，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一个时刻。啊，可以看到我们边折，其实我们的边折这个形象是倾向于一个有跟住倾向性的一个形象。他其实现在是已经清楚的知道面对对手的价值范围自己已经是落后了，而且是已经是没有任何余地的落后。啊，选择过牌，选择哇 very good 漂亮 fold 10 fish 太漂亮了我们屏幕上应该有是显示错误啊，可以看到我们场上的选手打的级别还是6000-12000，而我们的屏幕左下角是显示8000-16000啊，应该是6000-12000，现在实际的真实的一个盲注级别应该是6000-12000，因为这个比赛它的前面几个级别是有重复的，第一个级别是500-1000，第二个级别还是500-1000，啊不对，第一个级别是1000-2000，第二个级别也是1000-2000。然后2000-4000也是分别有两个级别，你说第三、第四个级别都是2000-4000。这是短牌相对于长牌来说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这次我们传奇扑克的这个短牌的主赛的一个盲出级别也是非常细腻。哎呀！我们 Tom DeWong 情况90来个飞车8，一个卡7的顺子和对手的 AK 啊，我们的孙大哥的 Ace King 又一次的打光啊，我们的 Ace King 是击中了一个顶对顶踢脚，我们 Tom DeWong 依然是有34%的盈率，啊，现在补足到了一个两头买顺听牌，啊，是买到了。3-2-3。啊，这里是被反超了。Okay, 抱歉。汤姆·德旺好像这几年真的中文水平提高非常多，他学的很多很多中文。
然后现在在亚洲打牌的很多的一些欧美的职业牌手，中文的水平真的是没办法提高很快。什么？那还有什么办法了？他们也是非常愿意学习。我遇到过很多，我认识过很多，打牌的欧美牌手，他们中文真的非常溜。就为了在亚洲打牌，跟中国玩家打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刻苦认真，所以我们国内的牌手其实也可以去多学一点，多提高一下牌技。扑克这门艺术是学无止境的。好，这牌啊，我们的斯纳克又一次击中了顶两队。好，我们的 Peter Jayton 是有一个带队买顺，带队买花，兼后门顺。啊，Tom DeWong是用一个中队，中一个中队卡八来选择做一个下注。那这里可能会遭到一个，啊，这里还是一个谨慎的一个加注。你有牌是吧？那个牌是他的是吧？那你的，谁的牌？是我的。啊啊啊！走了加注之后，我们的 Peter Jayton 这里面对一个很差的一个赔率，啊，他的中队买花是非常差的一个赔率，还是选择 all in。哎，汤姆德旺好像应该是盖掉了。都是领先，一路领先。好，目前两位玩家现在是来到一个几乎五五开，54-46的一个胜点。击中了一张十，68-32。Okay. 好，我们是赢得了这个对抗。我们的孙大哥是在合牌的一张 A， 顶住了。那又一次为他赢到了一个超过20多万的底池。But I think it's close hand, tough hand. We'll get five, okay, of course. Yeah, yeah. Get six. 好，汤多旺在 hijack 有一个勾圈， yeah. 选择了平跟。那我们的 Peter Jayton 在这边有没有可能做一个直接 all in 呢？因为这个毕竟前面只有一个人平跟，那 hijack 是一个可以 all in 的一个起始范围。那当然他的牌没办法去跟对手的 all in， 可是他的 all in 是可以带来不错的效果。好，那么就是 Peter， one second， I think I'm folding， so just a little less fun。Some of these cards should be。Consider a flip. Yeah, 300 almost. Do you have a really shitty hand? You have a shitty hand. No, I have a decent hand. it's a little too much, but. Our tongue is going to get out of here. That's way too much information. Why is 36 near there?好，这边我们的汤多旺选择加注到50000。我们 Divorce 有点出乎意料，拿了一个 K8 同花选择跟注。
那我们这边Divorce遭遇一个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算是有点尴尬的状况、啊、他击中了一个顶对，可是他那八是没什么用的。那如果汤杜昂很有种的持续攻击的话，他这个顶对其实不好处理啊。那选择一个过牌，那汤多旺也许会在这边试着想要来偷取这个底池，试着把对手的 Q 打掉，或者是试着把对手有一些期望值的 A 叉牌打掉，或是希望可以。好，我们汤多旺选择下注九万，但是我们这边的 Divorce 击中了两对，这边应该会选择一个抵抗。好，底池已经来到了20万。Divorce 会不会在这边选择一个 all in？ 其实也是有可能。好，选择了一个跟注。好，我们合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六，但我们的汤多旺是有能力在这边选择一个 bluff all in 的哦。他的牌一张 Jack 可能不一定有一些摊牌价值，而对手在翻牌没有打，转牌没有加注，汤多旺有可能觉得对手牌没有这么的强，所以他在这边是很有可能做一个直接 all in。多几粒子弹唔同讲，你讲着数系一定买，一路买。那手上有一个 Jack， 有挡到一些顺子的组合，他看来是要直接 all in 对手。那我们 Divorce 有一个算是高低两对，那在这种结构上，其实他对于汤段的范围啊，他是很难读的、啊，因为汤段在，其实在扑克游戏里面的主动下注的好处就是你的范围是比较难以被琢磨的，尤其你选择，假设你选择背，那对手就是猜你到底有没有牌，可如果你有时候选择check， 你可能下注，然后之后又是过牌又跟注，或是一直 check 跟注，在有些状况，你可能会要选择有牌的时候必须要加注，所以在很多时候呢，你不是主动下注，你是被动的人，你的往往你的手牌范围很容易被对手捉摸，这个前提就是你前提可能就是在你没有做一个埋伏的状况之下，在很多时候你的牌力很容易在只用跟注的时候会泄露出来，但是你很难去，有时候对于主动攻击的玩家，他的持续性的攻击变成是说你就要去猜说他到底有没有牌，那他可以 bluff 没有错，可是在我们遇到一个持续攻击的玩家的时候呢，我们手上的牌就变成是说你要偷我可以，可是我手上有顶范围我不会盖给你，可能我有两对，我有三条，我有一些更大的牌，不管你怎么偷，我中了这些牌，我就是不会盖给你。那所以 Divorce 在这边，很有可能还是会选择跟注，因为毕竟他中了这个两对。好，我们的 Divorce 从汤多旺手上这把拿四十几万的筹码过来。我跟阿童每天是都在待在饭店，基本上是没有出过去外面，也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外面。我每天都在做转播。那可是我的老婆他们有，我老婆她有带她的带我们小孩出去走走散步，有到旧城去走走。其实，在黑山这边算是非常的，旧城区也蛮漂亮的，而且黑山这边物价非常的便宜啊。那去买一些小东西，看老婆去买一些小东西回来。一个东西这种2块欧元这样，其实这边的物价应该跟台湾差不多，都蛮便宜的，非常的风景秀丽。对，风景秀丽。
这边的确是其实在欧洲啊真的是越往东物价会越低。好，我们的曹睿选择在我们的观煞位加注到10万，12.5个前注，对，加注到10万。打得非常好啊，这个加注的收益是非常高的，可以看到他经常是在能翻钱加注直接就是拿下底池，因为他的后手筹码也是很容易给对手一个压力，并且场上人也知道啊，曹睿是一个比较难缠难对付的一个玩家，所以不太愿意拿一些边缘牌跟他做一些翻后的对抗，就不管领先还落后没有位置的时候跟他打都很难赢。那短盘里面位置是超级重要的，在甚至比长盘里面的位置更加重要。这是我们刚刚跟观众分享的战术，在后面的位置 ，CO 位在 button 或 button 位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拿一些牌去做一个加注，死钱非常多，如果能成功的话，其实那一个所带来的回报是非常的大的。我会在观煞位啊，用可以游戏的45%的一个范围。去做加注，非常凶，45%呢？45%就接近一半的手牌，我都会拿来加注。加注的尺度一般都是一个满池，收益非常高。因为一旦去得到跟注，你往往是，因为你在后位嘛，像 hijack 在观下位或者在庄位，你都是大部分时候你就是处于一个有位置优势，就永远记得。我是永远会觉得，当你有位置的时候，你的胜点就会多15%。所以基本上有位置可以弥补一些牌力啊。我们的对于在枪口位1-7，他可以选择平跟，也可以选择改牌。还是选择了平跟。好，目前已经有超过4家选择平跟。啊，这里就非常爽了，一个 S King。底池里面已经有11万了。他 S King 可以这里做一个很大的加注，甚至可以选择直接 all in 吗？对，那15万差不多。那11万的话略显得少了一些，不过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些在场的一些玩家都是，打短牌比较会玩的一些选手，他不会乱跟。如果是对一些鱼玩家的话，就可以做一些非常大的加注，防止对手用一些非常边缘的牌去跟注。哦，这边曹睿是选择了一个 three base 吗？对，他想要去做一个炸虎，没有想到啊，这里是撞上了对手的 top range。因为的确在这么多家的一个跟注底池，做一个加注其实是非常的，做一个加注其实是非常的就正义币的，所以他这里可能会用一些。科学上可能会在 CO 位用一些非常宽的范围进行一个加注，有一些 A 勾啊，有一些。那我这边王军感觉是想要演一下吗？哎，是87杂色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应该是直接选择放弃的一手牌。那这里。应该是会面对一个 all in 了。做了一个跟注，因为也是已经套池了，没有办法。那加注30万之后，面对一个90万的一个 all in， 套池了。哇，击中了一张圈。还没有王、啊。那我们的 K 圈是成功的 bad beat，
哇，这样子我们的曹睿筹码也要到300万。他本身就已经有300万。好好好好什么的嘛，对吧？哦，对，肯定需要忘了。本身是200万，现在收下这个底池之后变成300万。啊，我们的名字非常难念的选手，Portis Lemerski 是直接被淘汰。在展牌里面就有这样子，你的落后空间范围不大，所以面对一个60万去赢一个190万的池的一个机会，那还是非常正义兵。好，我们这边曹睿直接 O in 啊，秒 call， 但这是一个5-5开，甚至 AK 还落后。5-5开，我们的 AK 是落后于我们的石膏同色的，这就看出来这手牌在转盘里面多么的强大，真的强大到爆炸。哇！看有没有圈？就一个皮蛋了。只有一个圈了。还有一张七给分钱。好，曹睿是两手牌清两家，两手牌干掉两个人，非常的霸道啊。我是应该是搞点狗放你。因为的确勾十同色这手牌太强了，太强了。又给你搞掉。Greenwood的终于在枪口位选择进行游戏了。A 勾选择跟住。他只有80000。他可能还可不可以再选一个更好的牌呢？谁的跟住？只要击中就可以打光。爆发选择过牌，看一下，已经有90000的底池了，中个九，哇，两张九，那完美啊！真完美，这个底池完美啊！底池90000，他握手70000，甚至可以更贪心一点，还可以自己选择过牌，打10000，选择过牌，选择全下，全下的话，希望有人能够波发，应该是会可以跟住的。有一个 A 高带红桃，那 Greenwood 的选择盖牌 ，Not yet。Oh, he limped. Oh, no. I thought you opened limp. I was like, what? Must be 10-9. Must be 10-9. 买花五张听牌。I didn't. He limped. Yeah, he limped. 转牌如果是有击中 A 的话，那可以多一点， yeah, 多一点出牌。或是来一张十，下面的。If he folded, 来一张十，没有任何的用。多了一个评分的机会。啊，出现了，出现了一张红桃 K。对手虽然是击中了葫芦，但是同花是比葫芦大的。现在那个荷官一时间忘记这场是短牌。David 是被淘汰出局，的确他的筹码量也太少了。Do we play for 100 or what?啊，我们汤多朗选择加注7.5个前注在 UTG 的位置，这个现在好像四人桌、啊。那这边波发可能会选择跟注哦。Greenwood 在庄位现在做了一个跟注、啊、Greenwood 真的是打得好啊，打得稳啊，也不 pass， 可以看到他每一次的跟注都是基于一个就是高权益的跟注，从来没有说做一些很差的被压制的跟注，他嗅觉 很敏锐。那么这手牌两位玩家概念都不太好，就一般般，但我们的 Greenwood 有位置，可能会比较稍微好一点。
目前他的牌力是领先的。看一下我们的 Tom DeWong， 但加一加注的范围来说，这个范围是对 Tom DeWong 比较有利的啊。这个防不动了，太重了，17万的底池中下注14万5千，那只能是盖牌了。这里他再想抓也只能盖牌了。绝对这个牌应该不在于对一个14万5千的下注的防守范围里。而且唐东后手只剩下40几万。哇！哇！还是跟了。哇！圈嗨牌的抓机，面对一个在翻牌这么大的一个，哇，中了中了！但是是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下注哦。选择用一个卡顺的圈嗨牌去选择抓，那这把汤多应该球了。哇，我们龟木的这个跟住真的厉害啊！对啊，如果这个没有踩刹车，GG了。龟木的是真的厉害。哈哈，我想念你。他们的王也是非常难受。我输光了，输光了。这里要赢的话，只能选择做一个再一次下注，绝命投机 all in。那把刚刚起牌，调味了。而且他的形象很差。如果不过牌的话，可能会选择 all in。要不然再极限一点，打一个43万5千，打一个23万5千。好，我们汤多王选择了过牌，那应该是放弃了。那森谷会不会这设陷阱给他？还是会选择，还是会可能会选择过牌哦。要下注也不是不行，可能会下个小小的注，但过牌设陷阱也是一个选择。他这里可能会在想，对手这里如果有东西的话，也就一条街的价值；没东西的话就没有了。那么在这样子一个面上，他是有可能是选择过牌的。来看一下我们的 Greenwood， 选择过牌啊，果然是选择过牌啊。他思维是非常清晰，他也知道对手这里就是要不然就没东西，要不然也就支付他最后一条街，所以还是选择过牌。那这样死也救到我们的汤段，比较不敢乱偷了。但不一定哦，他这里一个单张成顺的一个面，他说不定还会试图再打一枪。他果然还是选择下了一个21万，打了一半。盖牌，没办法，开不了牌。那我们的汤多王又被我们的神鬼物埋伏了。那我们的王军这里拿到一手90杂色，在枪口的位置还是可以选择做一个 limp 啊，跟住进场 accent 的勾圈。勾圈是可以选择做一个平跟。Tory 选择做一个加注，啊，也是跟注。300万的筹码。跟注，86同色选择跟注。啊 ，Tony 在庄位过牌了他的 K 六。好，没有人选择做挤压。那也非常的舒服。一边做按摩，一边喝啤酒，一边打着牌。哦，我的 Roman 这边中了一个三条。我的罗曼尼这里是中了一个三条带钩的踢脚，非常大。
都选择过牌。三万，直接在10万的底池里面下注3万，那没有什么牌能扣。王军就一对九，可是这个没有什么成长面。如果对手是范围里面有 A 的话，而他选择，所以不用选择做一个跟主，而选择做一个炸虎，看一看能不能试图先确认对手手上的 Ace， 你的所谓的验牌，投石问路啊，打一打看看对手有没有 A 了。那这里还是有一定的概率能把对手的小 A 给盖掉，啊，还是选择跟住。那这边我想王军应该知道对手手上有 Ace 了。哇哇，那这边好像又突然觉得对手手上没有 Ace。哇，秒空，四掉。嗯？这个你怎么？这怎么有点冲动了？哇，这个你有点冲动了吧？这个有点冲动了。大家都讲了一样的话，对啊，大家都说这么有点冲动了吧？哇，这个。我累了，现在不这个了。这个一前面的积累一招覆水东流，100万港币就这样子没了。Like two, three, five, six, and we're like nine of us are before you。好，最后一手牌。哇，我们的 Duan 在庄位拿到了 KK， 终于啊，终于有一个可以 all in 的机会了，13万6。啊，选择想都不想，直接 all in。那我们的孙大哥会有可能跟住吗？啊，可以跟哦。勾十哦，勾十是可以跟的，勾十可能可以跟住啊，因为毕竟才13万6，他都跟了2万了，底池24万6，这个勾十有点太，对他来说有点太划算了，太划算了，这个跟住，只要补11万多，他如果是在官煞位是更好了，官煞位的话是更好，对啊，但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手牌他跟住了之后，后卫也很难有什么再强力的牌去觉得打出来，可是这个深 green 的 Q 九可能会混进去了。Q9 同花可能会混进去，哎，盖掉了。那我觉得我们的 Sam Greenwood 应该是会跟的。Fold， 他选择跟了 ，Sam Greenwood 肯定跟了。Oh, okay, call. Still fold. Fold still better. Sam Greenwood 是一个对数学非常非常的精准敏感的一个选手，他都不用太仔细的算，他知道到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大范围都要可以跟住，对啊，只要稍微有点游戏不要太差的牌都可以跟。底池已经是372000了，看翻牌，哎呦，13万看37万，哦，现在反倒是我们的深滚雾领先了，顶对顺花抽，这太多 out 了吧，这好难闪呐，啊，妈，直接中了一个同花顺，没有的嚼了已经，我的汤都让桌音 dead。直接是同花顺干掉了 KK， 他本来如果不是同花顺的话，还是有的红桃可以追的。好，目前我们又是回到下一手牌，在 cut off 的位置，啊，这里是可以做一个挤压的。all in， 啊 ，all in 是秒 call 啊。电话就拿嘛，还没。完了喂。all in 是秒 call， 但是这 K 9是可以 all in 的，啊。这里其实只要不是差到离谱的牌，都是可以 all in 的。面对这样子一个后手笔，他好了，好很多了，他好一好。因为对手只有正好30个前注，这么绝！哇，这边直接被中了 K 九两对，那这边只剩下16%啊，没有了，没有了。转牌那张 K 是直接是直接纳次，直接宣布了对手走远。我们的 Viking Yang 就这样子 GG 了。
扣机。哎，没有办法，这里，他推出来的权益也是非常高，然后他 call 也是没有办法的。好，刚刚曹睿也是解答了一个问题啊。那么 Hexon 是问，就两家都是 aces， 就是两家都是口袋对 A 的时候，第三家你有一个九十同色，有多少点胜点？是四十点。哇，那领先了，三家 only one 领先了。对啊，不是不领先啊，因为两家 aces 都有60%的胜点。哦，是这样子。对，但其实是比那些其他的一些牌好了。对啊，像 KK 啊 A 圈 AK 那肯定是比这些好的。就是这个组合牌在这个短牌里面是非常结构牌啊，非常重要。尤其是两张连在一起，九十跟九勾都差很多了，十勾跟十圈也是有差的。甚至可以说，短牌是一个听牌游戏。对，就是你的结构牌去买牌的一个价值，远远的高出，长牌的玩家的想象。我学了短牌之后，是整个的对这个扑克短牌和长牌理解啊，就是有一个更加升华的一个认知。然后这手牌可以看到啊，我们的 Tony 是击中了一个顶对大 T 角，但是我们的曹睿也有一个两头顺子的买牌。啊，这个买牌它不太好出来了，因为 Hexon 是拿掉了一对九，然后我们的萧俊栋是拿掉了一张 A。所以他这里很难买了，有三张牌是没有了，那么还剩五张牌的一个出牌，几乎就跟买花一样了。啊，两家是进行了一个对抗，哇，还是买到了，虽然只有五张牌，但还是买到了。啊，零打了，要去拿 Tony 的价值了，12万，打了一个半池。哦 ，Tony 很快的选择盖牌啊，非常快，就把他的顶对给盖掉了。他也知道面对曹睿的一个价值范围，他的顶对其实最多是只跟对手的底端范围持平，而且他是也是很清晰的判断出了我们的曹睿是一个价值取向。短牌翻钱的弃牌率是可以为自己带来特别特别大的收益，而且他每一次成功一次，就等于为他的下一次做了一次 free roll 嘛。那么如果你能一直成功下去，你每两次成功一次的话就已经是达到一个平衡了，更何况即使你不成功，对手跟住了你的翻牌，跟住你的翻牌前加注，但翻后还是有一定的游戏的一个权益，同时他每一次的翻后游戏都是在一个有位置的情况下。哪里啊？我看不到哪里啊。哎呀，我都找了啊。给谁？I think I see it from here. 算了，手印啦，一点点啦。哦，有啦，手印到了。What is your name? 我一早就能看到了。对，真卡。好，我们的破发在 UTG 的位置选择用一手 A 十同色选择加注。那我们的 True Terror 跟我们的 Cortez 感觉都是一个。应该是可以平跟进去的，而且我们 Cortez 虽然七八比较小，那可是它是同花，它又有庄位，那这边跟进去是蛮划算的。这把里面这把会有100多块美金，3000块港币。十勾六，两红桃的面。破发这里选择一个过牌 Jutella 的中队后门顺，选择过牌，转牌出现了一张六，没有太大的改变。那 POPA 的第二大的对子目前暂时的领先，但他位置比较不好，不知道会不会被后面的人偷掉。这里如果他选择下注的话，可以拿到一个主动权；如果他选择过牌的话，那么就是应该可以做一条街的过牌跟注。那这把牌是 POPA 主动下注的，那我们的
出 Taylor 在中间位置，很有可能觉得 Popa 是一个 AKA 圈的牌，因为他 check 两次，或者是一定的十，因为这里明显不太像是有勾了，有勾要去打了，对、啊，拿起价值。这边出 Taylor 很有可能会做一个价值下注兼保护，然后可能在这边下注，觉得拿下这个底子，因为毕竟这个六对于 Cortes 的话 ，Cortes 也不太会有六的范围，因为他也是属于跟住了一个八万。那这边选择一个下注，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决定，直接在276000的底池中下注200000，哇！面对一个这样大的下注 ，Popa 也是很难受的。嗯，虽然他目前的 A 值在我们上帝视角看是领先的，但是面对对手的一个总体的下注范围 ，A 值可能是很勉强，很勉强可以跟，很勉强才能跟。对对，因为现在 Popa 就因为他是番前加注者，他很有可能是 A 圈 AK 的牌嘛。那因为他 check 两次，那我相信出 Taylor 也可能这样子觉得。那 River 掉这张圈，有可能两个人都动不了，然后 Popa 就赢下这底池。这里的出 Taylor 不知道他大还是不大，看一下他怎么去决策。如果他觉得他现在能秀，那他就会觉得直接选择过牌。他因为这张圈应该是出 Taylor 非常非常不想看到的一张牌，因为。Popa 连续过牌两次，又在前位加注，这张圈很有可能击中 Popa 很多的一个范围。哦 ，Popa 要再反打了。Popa 利用他自己的，利用他自己的范围，来选择了一个其实像是在偷鸡的一个 bet。哇，真的是打得好！这里他选择反打，其实打得挺好的。他可能也觉得自己的 A 值不够大了，那90这里是抓不动了。抓不动。那选择反打哦，波法打得真的好啊！这手牌不错，因为可以看到他一旦是这里选择过牌，那很可能是用一个自己的边缘牌力面对楚泰勒一个可能存在的一个价值下注，或者是一个 bluff 投机。对，那自己选择一个反打，那对手这里真的是很难去处理这个情况了。我一敲他打，我去不了啊。我们孙福林在这里选择跟住他的一对勾，在 UTG 的位置。我一知道，我一瞧他一定打，他有勾也打，有十也打，去不了。啊，破发也在说，他刚刚一旦选择过牌，那么对手一定会打，有勾也会打，有十也会打，所以他选择反打，这个思路是真的非常清晰啊。那对手也的确是一张十。看上去是老板啊，的确身份也是个老板，但是他的水平绝对不是老板级的水平。是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啊。好，我们的 Codes 是击中了高低两对。三加过牌，那这里是可以去做一个价值下注的，132000的底池，这里可以下注一个75000。好好好，下的好像更大一点，下了一个85000，哦，110000。那整整一个几乎是满池了，满池的话，那你这里的顶对也很难call。那这里与其说在这里是一个价值下注，不如说是一个保护型的下注。爆发用一个顶对去跟住了这样子一个110000的下注，其他玩家应该是选择会盖牌了。哎，无所谓，进去按一下就有了。对手如果是打出来，除了一些强击中之外，就是一些九勾、一些九勾或者是79的一些牌。也是有可能是做一个零打的。那九勾这里是听圈成功，而破发的手上自己是有一张九，自己是阻挡了一张九。那么对手这里更有可能是一些击中的组合。啊，选择过牌，他也有不错的摊牌价值。哇，在合牌进行了一个反超，合牌变成另外一个更大的两对。
但是目前场面上是来到了单张勾陈顺，大家都动不了啊，两对很好的一个摊牌价值，也可以摊了。他想要做一个 sin value pay 嘛，最 sin value 那一种。啊，35万2000，面对对手的前置位的一个过牌。他感觉想要做一个很薄价值下注。好 check。啊，发现自己的两队是压制了对手两队，非常开心。啊，合牌进行了一个反超。啊，他说在转牌，如果对手在动手的话，那他是很难去扛住第二枪。也的确，一个顶堆是很难在转牌再扛第二枪的。